好想你啊！迟到了要罚酒啊！先等会儿啊，我还有好消息要宣布呢。什么好消息啊？我下个月就要结婚了，大家都得去啊！好，要结婚了，跟谁呀？他停车呢，一会儿就来。哎，今天可是我们姐妹聚会，不许带外人。未婚夫嘛，婆婆力正好啊，让娘家人帮我把关嘛。这话还正听，算了，不罚你了。哎，过来，来了。姐妹们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未婚夫张宇，我们下个月就要结婚了。谢谢谢谢谢谢。你先过去等我一下，我一会儿就过来。好，大家玩得开心点啊。好好好，拜拜。哎，恭喜你啊，爱情长跑修成正果了。哎，你就这一结婚，咱们班应该没有单身的了吧？没有了。你们谁没有男朋友？自己举手啊。嗯，都有了。就是啊，还有谁、啊、没有自己举手、啊？没有啊。不会吧？真的假的，菲菲？上学那会儿有多少男生追你啊？你可是我们联大的女王，我们还以为你的孩子都上小学了呢。别胡说，你是不是在消遣我们啊？你肯定有男朋友了。我就是，哎，对了，吴叔结婚了没有？谁？吴叔呀，就是一天到晚跟菲菲在一起的那个，咱班学习成绩最好的。对，哎，对了，菲菲，那会儿你跟他走得最近了，你有他的消息吗？是啊，我不知道啊。哎，我们毕业以后就很少见到吴叔，他也很少参加同学会。就是，去年我在商场里碰见过他，哎，变漂亮了。这回我也给他发了短信，可是他说要去接老公，来不了。接老公？嗯，他结婚了？对呀、啊，好像听说她老公长得挺帅的，还是什么大公司的高级主管呢。真的呀？连吴叔都结婚了，那咱们班岂不是只有？好了好了，嗯，咱们吃饭去吧，走，好了走，真的走了，好了，饿了，抓紧，要多吃一点，饿了。哎呀，今天真不该来呀、啊。可以去你们家玩电脑了。但愿但愿啊。哎呀，我妈说了，我要是得不到全班第一的话，这个暑假就不可以出去玩。啊，吴叔到，恭喜你啊，又是全班第一。耶，菲菲，恭喜你啊。菲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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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明天放暑假了，我们一起去张家界吧。哎，菲菲，你答应陪我一起自驾游的。菲菲，明天一起去白云山玩吧，那可漂亮了。对不起，我妈说了，这次要是不考全班第一呢，暑假就不可以出去玩的。啊，那你考第几啊？顾菲菲，第二名。嗯，对不起了，第二名。是哪个混蛋考的第一名啊？是我。拜托四眼妹，你每次都考第一，就不能让我们菲菲一次啊？就是，你不考第一会死啊。每次都是四眼妹坏事，嗨，也难怪，没人追，没有时间约会，剩下的时间不就是学习了吗？走了走了走了，就扫兴，扫兴，没意思。哎呀，好啦，吴叔，不要理他们啊。菲菲，对不起，害你不能和他们出去玩。我妈没那么说的，我是不愿意跟他们出去玩，我故意那么说的，真的。哦，吓我一跳。好啦。下午呢，我们去逛电脑城，去看看最棒的电脑，给你挑一个。哎，快点快点啊！好，来了。菲菲，我是你冬天的太阳，夏天的水果，我是你生命中……哎呀，太肉麻了 ，pass。哎，菲菲，怎么都是你的信啊？有没有我的？啊，我帮你看看啊。
这个是你的。妈，移动的账单啊。菲菲，这么多人喜欢你，你一个也看不上，那你到底想找个什么样的男生啊？嗨，我才不着急呢，这些人呢我一个都不喜欢。啊，菲菲。两位同学，请问教务处在哪儿啊？你是新来的？对啊。教学楼二楼左转第二间。哪儿？那边啊。那边。哦，谢谢啊。哎，等等。怎么了？同学，我带你去吧。那谢谢你啊。不用。走吧。就在那边。好。站在门外，看着你们谈得如此畅快，想离开，留下来。是你啊？还是要我再等待？什么对？你也看这个？才是你的期待。我有口难开，爱痛之间徘徊。只要能真的让你少一点伤害，把自己关起来，硬把眼泪忍下来，是我唯一能给你的疼爱。蘑菇小屋，像蘑菇那么小的小屋，那得多小啊！最小的屋子，最大的爱。那你的爱有多大呢？够住我们两个人就好了。你说这个蘑菇小屋要什么颜色呢？我想要红色的。红色啊？嗯。好，我试试啊。连吴叔都结婚了，看来只有我没人要啊。没有人要就没人要吧。哎呀，我顾菲菲，科比设计公司的首席设计师。我不要男人，我照样活得挺好的。男人有什么好，只会背叛你，伤害你，把你伤得千疮百孔，然后他却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。好像喝醉了。就是啊，没事吧。嗨，你没事吧？看什么看啊，没见过美女喝醉酒啊。你们两个现在的死去活来的，以后有你们哭的时候，我不骗你们的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这是神经病吧。走吧。世界上幸福的人那么多，我就不相信我顾菲菲嫁不出去。流星啊流星，如果你真能实现愿望的话，就让我今年嫁出去。